千交代万交代，我天朝心腹大患，乃东阳倭寇，若再有帝国水师为敌，这笔造成两面受敌，此乃兵家之大忌，你知道吗？因此，我们要怜惜羊，抗东阳才是上策。何大人，东阳是狼，西阳是虎，绝对不能引狼入室啊！哎，甚至一好，代之一成。洋人怎么了？啊？洋人也是可以感化的。何大人，这分明是黄鼠狼给祭拜年呢、啊！ 抓贼呀！抓贼！抓贼呀！抓贼！抓贼呀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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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追不上了吧？这回发了，战果不错了吧？不错不错，值几个钱吧？值钱，发了吧？发了，发了！臭小子，敢偷姑奶奶的东西！我告诉你啊，要不是梅老板的戏要开始了，顾奶奶我陪你慢慢玩，歇会儿吧，你也累了。乡亲们，街坊邻居们，我和我老婆行走江湖啊，在外靠朋友，在家才靠父母，现在要靠大家捧场了，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。嘿，古代有项羽力能扛鼎，今天有我老婆力能举鼎，你们信不信？不信，不信，不信！不信，叫我老婆出来试试。我老婆小小，名字叫小小，力气可不小。你们相不相信她能够把这个石蛋给举起来？哎，不信！有请小小。坐稳了，各位乡亲。好，谢谢谢谢。这边的掌声没有那边热烈。好，小小能不能把这么重的石蛋，这么长的东西给举起来？来，千钧一发呀！他抓住了这个石蛋，一只手握住了，两个手都握住了，他能成功吗？我们来看一看。大家再鼓励一下，再试试。到底火怎么样？大家都看着呢。他举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大家捧个场啊！有钱捧个钱场，没钱捧个人场啊！来，谢谢啊！对。谢谢谢谢，在外面靠朋友嘛。这位先生，谢谢谢谢，来捧个场啊！来来，举了半天了，他也不容易啊！谢谢谢谢你。乡亲们，好酒陈瓮底，接下来我唐小小再给你们表演一个胸口碎大石，怎么样？正阳也听不懂。哎呀，相公，你可是举人呐，这可是有失身份的。我气呀，杨斌欺负我们，后来杨教师欺负我们，现在连杨妞都欺负我们。杨子，你辣子比我还要粗啊。相公，你是秀才，当然不能说粗话了。我是粗人，粗人是可以讲粗话的。相公，就这么点钱，这也不够你进京赶考的，怎么办呢？是，完了完了，相公完了。什么我完了？我要考不上状元，大清要完了。没完。相公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房契。你要卖房啊？啊，卖了房，你就有盘缠进京赶考了。你要是考上状元，大清就有救了。真的？啊。可这是你祖上的房子，你真舍得啊。相公，等你考上状元，你一定要还我两栋大宅子，我要像杨财主家那么大的。我给你四栋。嗯。卖房卖房啊！红砖大瓦房嘞，快来看看呐！我们家宅子又大，风水又好，大家快来看看吧。有房子，特别的值啊！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别来捧场。风水好的不得了啊！跳楼价，血本无归啊！部分水军做体操，其余水军进入一级战备。
你看，怎么样？他们在给我们鞠躬呢，看见了吗？何大人，那不是在鞠躬，他们是在做体操啊。这个体操是什么东西啊？列阵，五炮旋转九十度。上场，让各炮位做好准备，其他人跟我来。Thank you.
酒不烫啊，再不喝他可就寒了，娘娘赏饮吧。郭太太可真有钱，也不晓得是哪家的。那个是我娘。不会吧，看她那样可比你小啊。我爹上个月才娶的，过门三十天，倒有二十天都泡在这戏园子里。徐大人不管管我爹，他满朝文武都不怕，就怕这八姨太。哎，这是不是就是那个一物降一物啊？就这个不男不女的狗东西给我爹戴了一顶绿帽子，唱得也不怎么样嘛，简直不堪入耳啊。瞧瞧这帮无知的人啊，还在为这煤球生疯狂，简直是愚昧无知，肤浅可笑。就是不男不女的煤球生啊，怎么早晚得收拾他。二位大人请喝茶。来，我们有茶了。这可是我们戏院老板专门为你们准备的。来来，好茶好茶。尝尝啊，您慢喝。谢大人谢大人。来这房子呀，这就是冬暖夏凉啊。那边是海水，这是淡水。这个井啊，也有些年的历史，已经100多年了。这旁边呢，有一厢房啊，客人平时可以在这住。这环境是，我是真的觉得我舍不得卖。这说着说着动感情了，这祖上的东西怎么能随便卖呀？相公，我知道你舍不得卖，我也舍不得。可是你进京赶考重要啊，哪不能凑钱呢？可是那点盘缠根本就不够你路上用的，我怎么忍心能看你受委屈呢？就这么定了，这位财主，您意下如何呀？这样吧，高登榜进京赶考全部盘缠我包了，这栋房子已经归我了，好不好？你们看什么时候签约啊？成交了50两盘缠。刘财主，什么时候成交啊？不能卖啊！相公，不能卖啊！相公，卖吧！哎，我知道，这样吧，我知道你舍不得。现在就成交，房契一到就算成交了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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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Thank you.
来的马车问谁借的呀？不是借的，买的。买，哪来的钱嘛？家里房子都没了。我把自个儿给卖了，我没想到还卖了个好价钱呢。卖给谁了？卖给前村的王财主了。王财主已经有两个老婆了，你怎么能嫁给他呢？不是当老婆。做什么？给他扛着。娘子，你这是？他家牛死了，没法耕田了。这不，他把你当牛使啊？牛倔不听话，我听话。娘子，我不考了，你别卖身。相公，那不行，你赶紧进京赶考吧，啊，好好考，你一定要考上啊。我一定会考上，我会用八抬大脚来抬你啊。相公，相公，给100两。啊，买了马车就剩这些了，你都带着吧，啊，省着点花啊。娘子，快走快走，太阳就要下山了。哎，我这就来。相公，我走了啊。娘子，好好考，你一定要考上啊。相公，啊，我走了。娘子。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还复还。东南水师全军覆没，身为海军大臣，徐虎臣难辞其咎。对，是是，丧失辱国，罪无可恕。军机处应该立刻上门弹劾徐虎臣。对对对，应该弹劾他。对，当斩徐虎臣，以谢国人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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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当斩。将，御。爹。哎呀，哎呀，爹！哎呀，你这冒失鬼哪儿着火了？军机处。这你放心，那种地方大把的人会去救火。哎呀，不是爹，军机处那帮人正准备上书弹劾您呢。那伙人掀不起什么大风浪，人家已经起草奏折了，这回是玩真的。我不是常跟你说吗？遇事要冷静。你老沉不住气啊。爹平时可以冷静，现在火烧眉毛了，冷什么静啊？他们早就惦记着海军衙门这块大肥肉了，平时搞不倒您，今天他们今天一样也奈何不了我。今天东南水师全军覆没了，您是海军大臣，这奏本要一上去，这天就塌下来了。你什么时候看见天真的塌下来过呀？哎呀，爹啊，玉德水啊，玉德水，
你简直是疯了！你怎么敢告徐大人呢？啊！火炮里放的全部都是沙子，已经证明了徐虎山贪了多少钱。请王大人马上上奏朝廷，为咱们兄弟报仇。上奏？哎呀，我说于德水啊，于德水，你知道徐虎山的势力有多大？就是因为他势力大，所以他更无法无天。如果这种败类我们不铲除，大清水师就永远打不过洋人。哎呀，我说于德水呀、啊，我告诉你，这么多年来有不少人要上告徐虎臣，可越告他的官越大，告的人都倒霉了。王大人是害怕了？海战失利原因复杂，本官正在全力调查，你怎么能把这件事情全部推到徐大人一个人身上呢？王大人是怕得罪徐虎臣是吧？你放肆！王大人去看看，那飘的不是海水，飘的全都是咱们水师兄弟的鲜血，你知道吗？此事本官自有分寸，你回去待命吧。好，大人，如果你不敢告，我自己去告。你也不能去告，省城你也不能去。大人放心，省城我一定不会去。哎，这就对了嘛。直接去京城告御状。你给我站住！没有我的命令，你哪都不许去。大人告辞了，于德水，来人把他给我押起来。老管家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奉老夫人之命，特此前来禀告先生，老夫人今日将前来拜访贵宅。老夫人要来啊？啊，哎，好啊，好啊，什么时候？老夫人正在善导寺上香，上完香就过来。啊，那有老管家通报了，老夫人想来看看杨小姐，特别嘱咐。小姐不要上街啊！这您放心，我闺女从来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整天闷在家里做女工，老夫人什么时候来都能见到她。那我先走了，我先不送了啊。就知道是你娘的绝活，这天桥没人能做得出来。爹，怎么梅老板唱戏的时候我才来卖？他最喜欢吃我做的包子了。秋水，刘丫头，你现在是有主儿了啊？这抛头露面的成何体统啊？可是梅老板他吃不到我的包子，他会难过的。是梅老板重要，还是你的名节重要啊？当然是梅老板重要了。我杨天桥在这怎么说也是有头有脸的人，我的女儿站在大街上卖包子，你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？爹，等梅老板下了戏，我就回去嘛。还等他？沈老夫人马上就来咱家了。什么沈老夫人？就是你未来的婆婆呀。她怎么来了？她来看你来了。我老说呀，你大门不出。二门不卖，要是他看见你在这卖包子，这门就吹了。吹了就吹了呗。你给我站住！你说得清楚，人家沈寿昌文武双全，一表人才，要吹了，你不得后悔一辈子。